安置电料学堂，海格他们现实电艺型号 EH711 EH716 的规格差异为何？海格现实电艺 EH711 以及 EH716 两者都有附后备电池，当电源故障时可提供储备电源，为日周期时间控制。两者差别在于电压不同。安置贩售之海格现实电艺四种型号编程是24小时，为日周期时间控制。EH710 电压为 AC230伏，频率50-60赫兹，不带后备电池。EH711 电压为 AC230伏，频率50-60赫兹，带后备电池。EH715 电压为 DC48伏以及 AC110伏至230伏，频率50-60赫兹，不带后备电池。EH716 电压为 DC48伏 AC110伏至230伏，频率为50-60赫兹，带后备电池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影片的第一手资讯。